把所有管旅游的部门全部整合到一起，按照新的发展思路设了11个组，让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人类推到这个平台上去。量增加了，我们总收入增加了，我们的效益增加了，我们自己跟着公司的也同时增加了。就一直在调整，就想找到是最好的一种方式，最科学、最合理、最环保的方式去定位我们教育基地。没考虑成熟，我们宁可保留在现状，不要动它。打造世界级的庇护基地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，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业态和产品以及服务。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年接着一年干，推动旅游的高质量的发展。